包老板，我托你的事，说定了。钱老板，你托我的事儿，我怎么敢怠慢？我已经到勾栏院去过了。先生，测个字儿吧。哎，来来来，堂堂流年。他们说啊，只要姑娘面孔长得漂亮，人家肯出这个价，200两银子。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哎，吃吃吃。哎呀，你说的漂亮，我还没见到人呢，马上就到。马上到。你叫我来等，等了半天还没见到人影呢。卖瓜，卖瓜，卖瓜呀！来来，卖狗肉啊，狗肉啊，你看，狗肉。你铜钱有没有？没钱吗？我画绿园可以不啦？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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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鸭子要吧？哎，你看这鸭多好，你看。啊，是不是？这个不行，换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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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换一个肥点的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这个不错啦，这个不错。都这么瘦，哎，吃吃吃吃吃吃。你什么时候把债还给我？还呢，我还呢，钱老板。哪天说还呢？你不是早说还了吗？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你要还不说，哎，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叫你们让开，谁急了？钱老板，叫你们让开就让开好了呀！耶！哎，让开！好呀，包老板是你呀？这出了什么事了？啊，你看啊，哎，这是钱老板。啊，钱老板。他们问他讨债，讨债，欠了债吗？不肯还，不肯还吗？你看多没道理啊！你欠债就得还钱，你就宽限宽限几百。讨饭和尚，钻来钻去干什么？你还？那你干什么了？我看热闹。我也看热闹呀！啊，去去去去去去！你什么好看的？你是和尚。六根清净，不许看。我偏要看。我跟你说，你就是得还钱吧。啊，没那么宽限，宽限，我不能再宽限了。你这不是，我宽限你多少日子？你这不是不死人吗？你那也没办法。哎呦，你这。哎，这个短命乌呀，拉稀拉到脖子里头，真他妈的晦气！你想跑，你跑得了和尚，你跑不了庙。和尚不跑，和尚在这儿呢，有什么话对我和尚说吧。哎呦，和尚呢？你讨饭去吧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还得出也得还。你要还不出去，拿女儿给我抵债。走，不仁了，走，不仁了，钱老板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她是我的心头肉啊！什么？你钱老板，钱老板，你帮帮吧，帮帮吧，帮帮吧，帮帮我心头肉了。我跟你说，你舍不得你生出来的这块心头肉，是啊，是不是？
那么钱老板，你把你身上豁出来的这块肉给它割下来，那怎么办？就算是清了，是不是？钱老板，你放还债，放手放手，钱老板，哎，钱老板，这块肉是拿不下来的，要是拿下来以后，人死掉了怎么办？死掉？我可不管，他舍不得还钱，又舍不得女儿，我死活不管了。不许欺负人！你想把人逼死吗？太不讲理了！太不讲理了，哪能这样？啊？这么说你是舍不得他们喽？啊？那么你就把债给他们还清了吧？否则空口说白话，你不如趁早给我走开，你少管闲事。好嘞，欠债还钱，杀人偿命，从古到今天经地义，关你们什么事儿？这包老板说的有道理呀！啊，怎么样？我说钱老板，您贵姓啊？钱老板不姓钱。哦，你知道我姓钱，你还问我干什么？你是有意寻开心是不是？我可不是寻开心，我是想给他讨个情，你就啊再宽限几天算了。讨饭和尚，他不肯还我的钱，那就把留给我，要你狗拿耗子管什么闲事？啊，原来你是看上他那个瘤子了。说对了。哦，那好说。钱老板，你有眼力，你识货，有道理，那咱们就谈谈，只要是价钱合适，我让他卖给你。我可不是开玩笑啊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是说正经的。钱老板，那么你准备出多少钱买他脖子上那个货色呢？只要拿得下来，出多少钱都不管。那好，好。那么你这个货色打算卖多少钱呢？师傅，我都急死了，你还说笑话？是啊，也难怪呀。这货色是人家从小一点一点盘到这么大的，这花了多少心血呀？甭说你了。我要是有这么个好货色，我也不肯轻易卖的，是不是啊？不，哎呀，你不要搞好不好？你在水里，我在火里，哎呀，回庙里去吧，当心斋饭已经开过了。不要紧，我说啊，现在是钱子压头啊，这钱老板他可是认钱不认人的。我看你呀，卖了吧。这有道是无债一身轻啊。你看他不肯开价。哦，那就让女儿自在。这老板给我扫。卖了吧。好，割了。那把不行的，用这把。好，好，快跑，快跑！葛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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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跑，好。恭喜恭喜呀、啊！什么事儿啊？恭喜老板要讨小老婆了！放你娘的屁！你干嘛打我呀？你说什么？我亲眼看到钱老板在追小姑娘嘛！不信你自己去看嘛！好啊，这个老不死的，老娘跟你拼了！
哎呦！哎呀！哎呦！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哎呦！哎呦！他怎么不走啊？这个追啊！他不走！哎呀！追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对，钱太太！去去去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！哎呦，你还找不着小老虎啊？没良心的，没良心的，他找老虎啊！钱太太，你在乱七八糟搞什么呀？你们钱老板根本就不是要讨这个小姑娘，他是要把这个小姑娘卖到勾栏院去。要卖200两银子呢，真的啊！哎呀你怎么不早说？哎、你怎么不早说？别打发醋坛子了！哎呀，来来来，起来起来，起来起来啊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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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了没有啊？啊，不疼。疼了没有啊？哎呀，我有了你，不敢讨小老婆啊！你看，追不追？追。追，追，哎，爹，快走！好，快，快进来！哎，啊，师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已经等了你多时了。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，去年冬天，我老伴生了一场伤寒病。你跟他借了10000铜钱。对，我已经还了4个月的大头利了。可现在，现在嘛，他要逼着你拿你女儿去顶债，对不对？对，对，你怎么全知道？师父，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吧！干什么呢你啊？快让我起来呀！开门！啊！你他妈这个讨饭和尚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哎，钱老板，你来的正好啊！你不是看上了他那个瘤子了？是啊，现在决定卖给你啊！但是钱钱本利一概取消，你外加他50000铜钱。什么？快点！你冷粥冷饭吃饱了是吧？既然你帮人家忙了，你帮他还债好了。他还用着我给他帮忙？哎，就凭他身上那个宝瘤，还债还有的多嘞。什么话呀？真是！现在倒是他不肯卖，我正在劝他卖呢。你放屁呢？也去找个地方。真是，他这个瘤谁能拿得下来啊？我好。要是你能够拿得下来，钱老板不给钱，我给。那你给多少？钱老板，你给50000，我外加20000。那好，一言为定。哎，慢。要是你拿不下来呢？要是拿不下来嘛，我不当和尚。哎呦，个讨饭和尚有什么稀奇了？嘿嘿，你想当啊？不收你呢。去去去去去。嗯，好，这样，我要是拿不下来，哎，就用你们的串钱绳啊，把我勒死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。来来来，师傅，这个海口你可夸不得呀！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啊！这个讨饭和尚他自己说的，要是这个瘤他拿不下来的话，我们就用绳子把他勒死。师傅，你快走吧，我不能把你害死。出家人到西方极乐世界是求之不得的。钱老板，嗯，你看这笔买卖好不好？嗯，好，一言为定。
买个猪头还搭个猪尾巴，合算的。但是我要你请一个保人。我来保，我叫包德发。对面那家顺康钱庄就是我开的，这你总放心了吧？和尚，和尚，你要是拿得下来，他们要耍赖，我们也不答应啊。对，我们答应。好好好，那我就请你们大家来做个见证。好，另外，那些只知道钻铜钱眼的人说起话来，跟放屁一样。和尚，你放心，他们要耍赖，我们就把他的钱庄给砸光。好，对，好。不过你要是拿不下来，我们可也管不了啊。好，钱老板，你就看我来拿留。和尚，你要把话收回来还来得及呀、啊。师傅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你看他装模作样。干什么你？刀磨磨快，神经病。世事刀锋，记住，50千啊，20千，不给就砸钱庄。啊，妈咪妈咪哄，妈咪哄。
爹，割下来了，割下来了，真的割下来了。真的割下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师傅啊，别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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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傅。哦，这个嘛，给钱老板送去呀。钱老板，你要的货色呢，拿去吧。钱老板，收下吧。拿，钱老板拿去吧。师傅啊，这个东西我看我是不是就不要买了吧？啊，哎，那个脏兮兮的。我看这个东西嘛，装在你身上嘛，倒是正配啊。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的啊。你想想看，我买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？它吃又不好吃，用又不好用啊。是你让我拿下来的呀，现在已经拿下来了。那么装又装不上去，你怎么可以不买呢？这个事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哎，太太，谁让你买这个东西的？等等等等，我这个退货，我退货总是可以的吧？不行，谁让你买？和尚，我求求你啊！哎呀，太太，轻点，轻点哈！谁让你买的？活佛，活佛，活佛！退货，对。哎呀，你搞什么鬼呀、啊、你叫我的退货退货、列位，他现在要退货，你们谁要啊？哎呀，这是包老板他不要，那么只好给你了呀。和尚，师傅，哦不，活佛，这块肉我不要，我自己还有的多呢。哎，你是保人呐？哎呀，这个保我没法保，我只好跑啊。哎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哎，你说话要算数啊，算数。多多包涵，多多包涵。乡亲们，他说话不算数，咱们砸到心中去。哎，不能砸，这个钱老板你呀，不能砸。我一定要钱老板把钱拿出来。你要算数，算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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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定算数。这个钱老板啦，都是你，你害人了。钱老板怎么了？你把这个瘤收下吧。啊，我不要，我绝对不能要这个东西。你不要这么笨，在我钱庄呢，闯祸了。哎呀，快走吧。哎，钱老板，师傅，师傅。是他不要，不能怪我呀！你让我走吧。来，你往哪儿跑啊？我跟你说，买主不要嘛，你保人买。这，钱老板，这是你的，不是我的。我不要去吧？哎呀，这个要怪你吗？这件事怎么怪我呢？要是你不在边上扇小扇子，那我怎么可能做这么一个亏本生意呢？怎么能怪我呢？拿去，拿去，你拿去，不要，我不要，拿去，拿去。哎呦，脏兮兮的，那物归原主吧。来，给他送过去啊。那拿去。钱老板，你的牛，钱老板。哎呦我的妈呀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呀，我娘是好惹的吗？啊，我要买这个东西怎么行呢？哎呦我的妈呀，吃用也不好用，我要这个干什么？我要这个，你拿去。我不要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呦，你拿去，你滚！我不要，我不能要，我不能要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这下闯祸了，这下闯祸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没事情啊，走走。
好，哎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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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这妖怪呀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我不要啊！啊！钱老板，给你领。又来了！钱老板，你别跑！钱老板，你别跑！给你，钱老板，你别跑啊！钱老板，给你领。用不着开药方的 ，no， 给你，谢谢。你得告诉我，到药店里到底买什么药？哎，我这个药药店里没有的。那你叫我到哪儿去买？我问你，这新出笼的包子能治什么病啊？这，哦，饿。对喽，到底还是女儿比爹聪明。谢谢师傅。快去快去呀、啊！好，快去吧。哎，老头子，今天幸亏遇见这位大师傅，给咱们消灾治病，还不快拜拜？你行啊，千万使不得，千万使不得，千万。那么，等我改天买对蜡烛。到你庙里去上香。那也不行。老实告诉你吧，我这个和尚啊，别人一拜一上香，法术就不灵了。你又开玩笑了，我不相信。那好，你拜，要是脖子上的瘤子又回娘家来，我可再没本事给你拿了。在，师傅在，师傅，师傅，怎么，你还来讨债呀？不，不敢讨债。你不要冤枉好人，他是老包老板，一块来还债。对，那包老板。师傅，我这个，这是我的五十千，拿出来呀！怎么，我也要拿出来？当然了，你说好是二十千嘛，还想来账啊你？我晓得我今天早上晦气啊，一清早出门那乌鸦屎就拉在脖子上，注定要破财呀、要不是你跟他穿连裆裤。他怎么会得罪这位菩萨？就是说嘛，拿出来，别哆嗦了。师傅，20千钱在这儿啊！喂，把这个钱呢交给这对穷夫妻。哎，好，你收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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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位活菩萨，收下好了。师傅，活佛，菩萨，您看，我这个东西，把它拿一下，要多少铜钱呢？拿？师傅，挪，就这样。挪，擦，妈妈，呼！哎呀！钱老板。这个瘤子嘛，长在你身上最合适不过了。你们家油水足啊，
要比长在穷老汉身上舒服多了。你别寻我开心了，他怎么肯再回娘家去呢？哎，对对对对，再说，要是一拿下来的话，这根根血管连着心呢，那要死人的。哎，对对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问谁呀？问你活菩萨，求你活菩萨，怪就怪我们家这个宝贝，一天到晚只往铜钱眼里钻，有眼不识泰山。我你出家人，别见我们俗人的怪。那既然已经装上去了嘛，那就再也拿不下来了。是，钱老板，既然拿不下来了，我看不要拿了吧。哎，这是个便宜货，这里头还有我的20千呢。你这个缺德鬼！师傅，那不要疼死他了。哎呀，疼倒熬得住，可就是这个分量太重了，我吃不消啊。锻炼锻炼，哎，就会习惯的。你看我现在不习惯了吗？嗨，真是，哎呀，脏不拉几的。我看都不要看你。哎呦，夫人啊，那你叫我怎么办呢？我怎么办？别急，我佛如来总是网开一面的。哎呦，那可是请您放放善心，放放慈悲，救救我呢。这拿是拿不下来了，不过消总还是可以消的。哎呦，那就消吧。哎呀，菩萨，哎呦，放善心呢。听着，我听着呢，听着了。您说，回去。凡做一件好事，这个瘤子就小四两。小四两，要是做两件好事，就小半斤。少。可是，要是再做一件坏事，那怎么样？这个瘤子就会重到18斤。起来吧。起来，好，那也行啊，有数了，有数啊！我今生今世，我一辈子，我只做好事，我绝不做坏事啊！去吧，好，谢谢活菩萨，我只做好事，谢谢活菩萨，我只做好事，我不做坏事啊！去吧，只做好事，我不做坏事，我只做好事，我不做坏事啊！去吧，阿弥陀佛，我不做坏事，我只做好事。哎，知道了，不要多说了。我只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不做坏事。哎呦，我他娘的！当心啊！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好事不做坏事，做好事不做坏事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做好事不做坏事。好像小了点嘛。好，这个分量还是老样子嘛。往前走。好，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做坏事，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做好。哎，钱老板。好事不做坏事，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做好事不做坏事，来啊！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做好事。站住！老人家，不要走！不要走啊！千万不要走啊！让我来扶你过河啊！等一等啊！让我来扶你啊！
你们真是大好人呐、啊！你们真是大好人呐、啊！嗯，多谢多谢。师傅啊，多谢多谢，师傅，师傅，当心当心啊！当心啊！当心！哎，哎，志豪啊！哎，一步一步走啊！哎呦，志豪啊！走好走好！哎呀，又小了！什么？哎呀！哎呀，这里又小了！哎呀，这下有办法了！哎、谢谢佛菩萨，谢谢佛菩萨，谢谢佛菩萨，谢谢佛菩萨！哎呀，有本事！又香又甜的脆麻饼，不甜不脆不要钱。阿根，站住！你欠我的债，秦老板，这两天生意不好，欠你的钱过两天再还。嗯，求求你帮帮忙，哎，做好事儿。求求你帮帮忙，秦老板。这样吧，这两天不谈钱的事啊，不谈不谈。秦老板，怎么一夜功夫长了这么大个肉疙瘩？昨天上门讨债的时候没看到吗？我这个不是长出来的啊，我是拿钱买来的。买来的？秦老板，你的钱真多，多了没处用啊。哎呀，根呐。我们不谈钱的事儿，你欠我那笔钱，我们就算一笔勾销了。真的？哎，当然了。怎么，你钱还不够用吗？这没关系啊，来来来，我这儿还有一点钱呢啊，这十吊钱那就算送给你吧。啊，拿着拿着，送给你，拿着，我就送给你。哎呀，拿着，哎，送给你，你拿去，拿着，拿着，拿着，我送给你还不好吗？我这个人对钱一向大方。有什么难处啊？来找我们钱老板啊！嗯，做好事不做坏事，做好事不做坏事。乖呀，太阳从西边出了。哎，走啊走啊，快点人！你是不是又小了点？哎呀，啊、又小了，真的？哎呀，又小了！哎呀，小了，好好好！哎呀，这下可……哎呀，哎，若猫子虫嘞！哎，一个。两个，三个，这四个，五个，哎，六个，好嘞，谢谢。哎呦，我的包子！你赔我的衣服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啊，是你呀！我告诉你，你把我给害哭了你！臭丫头骗子！哎呀，这是怎么搞的？谁让你大人的？你看看，这哪儿止十八斤啊？这日子怎么过呀？这日子怎么过呀？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